在这一边，它要 draw the image for R under a rotation for each of the frame，它要 clockwise rotation 90度，clockwise 就是顺时哦，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原本是这样，然后它要 clockwise rotation 就顺时90度，OK，所以我的这一个东西它 clockwise，它要的是 anticlockwise。逆时 anticlockwise，你看我在这一边，我的 anticlockwise 90度，这个是 anticlockwise 90度，然后它 center 在 O，喏，这个就是我的那个R 咯，image of R 咯。然后事实上呢，我可以怎样做呢？我其实可以做的另一件事情是，我用圆规画一个圆圈，OK，然后过后呢，我就让我的那个圆规的那个圆形在 O，然后开到 R 这样，OK，然后90度就是它的，OK，或者是我们这一题它要180度，180度其实就是直接去另一边的啊，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的，这个太简单了，这个我甚至是我可以直接 copy paste，然后导板过来放就可以了，我这边 copy paste，然后过后我来到这一边的时候导板放，我就 rotate。180度，来到这一边，这一个地方，这一边，这一个，就是啊，这一边，这个就是答案哦。OK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圆圈也是这样的吗？它是这样的一个圆圈。OK，这一边是它的这个圆圈，然后碰到这两个点。OK，所以180度，这样，你圆规你插在 O。OK，你的圆规插在 O，然后开到 R 转一圈，这个180度，这个是90度，这样，OK，然后这个是我的 R prime，然后在这一边这一个是我的 R prime，这样，OK，